你的要求好难。毕竟，谁会喜欢你那个样子呢？饭弄好了，出来吃。爸，嗯，怎么了吗？一想到我是个男生，就是好难受。你现在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我的心里好像是个女生。不要那么恶心好不好？你是变态吗？是吗？你能当个正常人吗？算爸爸求你了。我到底哪里做错？你跟我讲没关系的，真的没关系的。告诉我，回答我啊！告诉我你会改。所以你还想挣扎什么？承认吧，那不是你。难道你要一辈子都这样活着？你以为我想吗？你明明也清楚，明明也知道这样是错的。即使我也讨厌这样，但人生没有那么多如果。不被认同又怎么了？明讨厌，却还要勉强自己，只会令双方都不幸。即便如此，比起我，你才更像是在挣扎吧。因为很重要，因为不想失去，才隐瞒着，伪装着，所以才需要撒谎。执意的坚信世界是完全的黑或完全的白，而刻意去隐藏另一半色彩的存在，而刻意去隐藏另一半色彩的存在，只是被世俗隐瞒，转身被自己撞倒后关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而已。